们有设备仪器、啊、有数据在做、啊啊啊、做数据啦、啊、不是我用看的嘴巴讲的、嗯、再怎么经验怎么厉害没办法，因为我可以很确定说、嗯、这个就是漏水、嗯、啊没漏水就没漏水，对啊对啊，不能这个数据不能作假，对啊，这个证据在你前面，你真的是假不了了，假不了了，真的假不了，还是抓漏、嗯，还是要有设备啦，耐心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要有技术啦，对 对, 對，还有我们的经验啦、嗯，对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哎、啊、恭喜你啊，把这个水，对啊，我、哦、这困扰多久了？四个月了、哦，你来的时候是三个月，哦，第三个月你来接，哦，他以为想说，哎、欸，找到有漏水的，以为说，哦。啊，问题找到了，结果钱花下去有改善，但是只改善三分之一。对啊，就是很多啊，很多管子啊，所以我说漏水，它不只是，不只有，尤其这种三四十年的公寓，这四十年的应该有了。有四十几了。我跟你讲，尤其是这种公寓哦，连在一起的哦，它漏水不会只有一个原因啊，不会只有单一原因哦，这个处理掉就好了。嗯，没有那么单纯。所以说他那五条管线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对，一摇可能一下断撞就裂掉，对，刚好裂那个两条了，这样子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 ，OK 啦。好啊，恭喜你啊！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还好有好多人。